我们现在在的是新竹县立体育馆的前面，然后呢，这是我第一次就是从荷兰回来后，要真正的进球场看球赛。那今天看的呢，就是新竹接口工程师。OK， 今天应该说现在的比赛结果应该已经是差不多，可能就是不能进季后赛，所以今天呢，就是来享受一下现场比赛的氛围，然后看一看跟平常在 YouTube 上看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差别。走。准备好要当一日粉丝哦！一日粉丝就是赞，一日丝粉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准备要入场了，然后刚刚篮球员他们已经进场了嘛，那我们现在就要从右边这边就是排队，一般球迷从这边进去。来，请你纪念品啊！谢谢，谢谢啊！的话，你就可以有一个64G的随身碟。好，那我去投一下。好。运动力50%，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活动是天堂 M， 你知道打卡还有送专属的球员卡，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再来排队。然后后面人超级无敌多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因为我们算是比较早来的，所以其实等一下应该是没有关系。反正等一下领完会就差不多可以入场。现在开箱一下。哎，这陈立焕哎，我拿到那个是新足球哎，很赞哎，因为他基本上是副队长的身份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扭扭蛋，但我都还看不清楚有可以扭些什么，我就要先来排队。因为人太多。没错。我们刚刚扭完蛋了，然后没有高国豪，也没有陈立焕，然后里面一个我们最喜欢的应该是塔布，还不错。Thank you.
心堂真感谢了我们多拿新竹呢所有人在地的乡亲，并且呢所有人狮子心对我们的支持。今天呢这一场赛事，我们再一次谢谢大家啦！赛事例行赛赛事到这边结束了，先问大家一句话：鸡汤好喝吗？或许我们不是胜场数最多的球队，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最努力的球队。谢谢大家这一年给我们支持，谢谢。我想大家跟我一样啊，喉咙应该都是沙哑的，因为呢，在这过去五六个月里面。是我人生最愉快的事。虽然今年我们的战绩并没有大家可能可以想象的这么的好，可是我相信明年我们一定可以做二望一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加油，我们明年一定会更好。谢谢各位。比赛差不多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因为这个是主场，今年的最后一次，所以下一次要在主场看比赛的人就要等到下一届。所以呢，这次的比赛体验大概就这样，我觉得蛮喜欢的。如果大家有喜欢看新竹街口工程师的比赛的话，下次也可以来主场看一下。好，那就这样哦，拜拜。